不要跑，不要跑，走，慢慢。哎，当时你刚刚那个什么枪那边有拿滑套了吗？就是有上子弹。我还没，手枪还没，我现在上。哎，准备已经，他交代，不要不要。你要看，要慢慢看，你不要在前进，我们现在这边等一下。然后因为你是右撇子嘛，丁丁前面，因为前面点来这边是，我们帮保护这里。然后你可以偷瞄，枪先不要出，然后用偷瞄的瞄看有没有敌人，枪不要出去，枪跑出去了。嗯，有看到吗？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好，然后小心，因为那个窗户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可以从窗户打过来。哦，然后我帮忙盯这边，你帮我先瞄这边。反正你只要觉得被打到就是很阵亡，然后就回去就两条命。所以我回去之后再直接再走走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跟着我，我走哪边你打就走哪。嗯。你想要推一下比较前面吗？还是你慢慢来？哎呦，小心！他打过来，他打过来哦，他从那窗口打过来。你有没有看到子弹？没有。你先跑靠门。靠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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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墙，快快，动作快，好，啊，对，偷瞄，不要太多，要可以赶快回来，瞄可以赶回来，啊，这里，这里 OK， 安全，来这边 ，Go Go， 跟着我后面，跟我后面，好，不行，被打了，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没有没有，那不是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他表示他往我们这边打，我们这边有可能就这边被看到，或那边被看到，这边有军丁嘛，你就先不动。他就忙往开这里，他在往这边打，然后弹过来就不理他，所以我们不走这里，这里应该没有。然后友军可以从这边走，我们就慢慢，可能要看一下。好，进来了，好走。帮我盯那个方向哦。没关系，没你，你走你的，我请另外一个人盯。对，你帮我盯那个方向。你现在往前推到他的旁边，他的屁股后面，帮他盯另外一个方向。Go， 逃跑，快跑，不要这样犹豫。对对对，犹豫就会被打。盯好在那边方向。好，过来我这边，跑跑跑跑。慢慢推，然后你帮我看这里。你看得到那边吗？好 ，OK。你偷瞄我，好像偷瞄，有吗？那边士官长在，所以 OK。你可以看到那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小心，然后帮我瞄就好。有人跟我讲。不要漏太多，就是随时就是看一下回来，看一下回来，对对，看一下回来。我靠！现在你看，我们那边有友军阵亡，所以可能敌人会从那边推过来。那没关系，你就专门盯这边，我会守这里。士官长往前推了吗？还是他还在那边？好，你他往前推，跟我讲一下。哎呦，有军有军。他走了吗？没有，敌军有一个包。敌军是不是？我靠腰。是官长。没关系，你在那边帮我看，我先从这边，你在那边等我一下。我等一下从前面推，你从这里保护我。我等一下会往那个方向推，你帮我看那个敌人方向。
帮物理。阵亡，你就喊阵亡。然后回去重生点，我等你。往前推，推到那个墙壁，不然你会被打。然后这边不要漏，对。你会被冲掉。OK 吗？那你跟咖喱，咖喱哦好，走喽。那我们要不要绕另外一边？等一下。看，不要不要被人家打，要看一下。跟着我走，然后往后，不要不要慢慢走，赶快赶快，你动得快，你走我后面，你走我后面。好好。推的时候被压在中间的打掉，没看到他。嗯，有跟有刚才有人拿手枪冲，你要不要冲一波往那边跑？要不要？我 cover 你，先跑哦。等一下我说一二三再跑哦。你直接跑到对面。有射到人，好，预备，开，跑跑跑！有，嗯，拿起来。还有一个，赶快回来，拿完就回来。口袋，你是放哪个口袋？来，我来，放我这边，因为你两夹嘛。你先帮我瞄前面，我帮你收。靠这边，因为那边有窗口。前面那个友军不要误击哦，枪口随时拿着，然后不要友军，对，然后枪，对了，好 ，OK， 我先看哦。走走。头，小心哦。你要看那边，你不要看这边，这有友军，你要看那边。他窗口有一个，窗口有一个。开枪，开枪，打那个窗口，对对对。很好，很好。看到人窗口就打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到哦。哎嘿。后退一点，瞄那边。我还有一条，等。小心！你要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他进来，他进来了，打他！我死掉了。你死掉，结束了，结束，你两条。等，对，你就在重生点等。
靠腰。哎、欸，靠腰！啊！他很可惜，他本来可以打掉一个，但是他没有去看那个方向，他太紧张了。没有打到他，要一直打，一直打到他就投降。我帮你打死他。啊，你死掉了。我被另外一边打、啊，那边没有友军啊。对。有啊，有感觉打仗啊、哦。有没有比屁股痛？还好。哎，没有哎。今天他应该不要穿白色衣服，因为我上次穿白色衣服就超容易被抓到了。就我跟他讲不能穿亮的，可是他有穿黑，但是在里面。你在丛林穿白色衣服走，对，太明显，完全就是不一样，整个反光给大家打。对啊，不错不错，刚才手不错，其实只是你那个要记得，你不可能听很多方向，所以你要尽量让你的防御方向有其他保护，然后缩起来再打。其实你那个位置很好，你就看窗口看他有没有进来。可以手同时方向一样用着。但是你刚刚居然没帮我装子弹。不要装子弹。啊，sorry。为什么没有东西？再一个砖头下场。你子弹还够吧？因为没打几发。对啊。我先放我口袋啊，你这还有一个长的嘞。原则上，我们家还有明天快点捡。我已经快点捡，我知道。感觉如何？其实我觉得打这个，我反而不这么 care 输赢，就重点就是。跟大家的配合，然后还有就是自己有没有在思考怎么打。其实要动脑，不是就是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是。你有发现就是你要随时要观察，看，然后让他自己躲在一个比较不会被打到。像你看，他们那两个进来这边直接单轰到，我就打死他，就很方便。他刚才就在这边。我们在玩的时候就在摸的比较好跑。对啊。啊！刚刚我帮我挡子弹，超好笑。你有发现吗？我后来帮你挡掉，你就可以打。我就躲起来，然后可能他以为我有阵亡，对方也以为我阵亡。他会打过来，是因为前面那个有力气啊。对啊。他一从小到就看到我，然后一起开枪，然后我就挂。哇！哎，所以你有打到他，也没有。我觉得我瞄准他，可是他好像没有瞄准。你可能他打的时候稍微看一下那个子弹是偏上、偏左、偏右，你可能要调一下。对，然后子弹记得 ，OK。然后等一下你先下弹夹，先把弹夹下下来，因为我们现在出去嘛。然后下完弹夹之后，对，下弹夹。下弹夹，下弹夹，然后对着前面，不要倒到人哦，开一枪。好 ，OK， 结束，出去。滑套啊，拉，滑套，滑套，滑套，拉一下，不是，就拉，好，然后再打一次。对，好 ，OK。被我打掉，他本来老早就要被我打掉。哦，你有看到他了？弹夹用完，他们在那边，没子弹。哦，对了，没子弹也是直接阵亡哦。哦，没子弹的话就直接阵亡。我看左边干三个，我看对，我也没弹。